好，抽。会不会一抽入魂啊？那就真的要请我喝饮料咯。没有。八场有误，齐名于一。那个是小葛的吧？大葛是讲什么？忘记。Go。没有，你念那个什么八三有误，清明于一哦，到时候出现小葛，那就尴尬了，那真是三条线了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出一二三四五六，四五六，第六个，一二三四五六，领取。老鼠，老鼠，啊，老鼠！收到一只老鼠。没歪，那继续。他没讲话，我就继续抽，抽。第三次抽，没有。好，第四次抽，而且那个已经很久之前了。第五次抽了，第五次，没有。第六十，第六十，有了，嗨，嘉禾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又是第六个，二三四五，又是领取。他不理我。好，抽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第七次抽。没有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第八十。哦，我同事下拿指令了，他说抽到中为止。啊，兴奋了各位，兴奋了，兴奋了，兴奋了。好，第九十，兴奋了。好，第几抽啊？九十哦。没有，一百，如此良辰，该做些什么好呢？嗨 ，Travis，Hello， 谷歌，没有。大师可以带天界姐的妹子看，我去那里找天界姐的妹子看呢、啊。我觉得今天光抽卡就好了，就结束了，就可以关台了。抽完卡就可以关台，因为好多人的，还有我的。别的老鼠了啦，我已经帮他抽了两只老鼠了。
趴数，我靠，这是有点不太好，九趴了。没有，哦，这是有点晒，对不起各位，可能我看看，看看我多晒，嘎，完了啦，民众会哭哭哎，完了，有啊，他们自己都有玩啊，从开服一直玩到现在了，好恐怖哦，好紧张哦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第几个？第几个？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怎么这种乌鸦嘴？鼠王，我对不起他。啊，他下达指令了，继续，不离不弃，不离不弃，冲啊，冲啊！冲冲冲！要为白，不要被速度限制了你自己，不要按刹车，不要被时速限制了你自己。要为白，2、3、4、5、6，第六个，2、3、4、5、6，四只老鼠，对不起了。对不起他，最后是我要请他喝饮料。哎，至少没有歪，我还蛮佩服我自己的，直接五星哎。放心，以后有本君罩着你。我没有拿他先机哦，是他说。他说先抽他的啊，他讲的。我原本说先抽我的，再抽他的。好啦，其实领取也很强啦，我说真的啦，领取不弱啦。啊，为什么？啊，就是回合开始的时候会发现三株的紫霜灵芝嘛。那你三格内存在紫霜灵芝的时候，物攻跟暴击会提高。那结束的时候，行动结束可以吃掉自身落在位置紫霜灵芝，可以获得九困啊。就这样，伤害减38，免伤哎、欸，免伤哎、欸，免伤赞哦，抽到干，不行啊！我觉得我又帮他抽老鼠就很尴尬了。抽干，抽干，哇，没了啦。好，目前就是五星的领取，花了180，是不是180啊？有总共有四只，总共四只。好，接下来换我的了 ，Go！ 好，没有，哦，已经加趴数了，已经加趴数了。不要中小狗就好，我中小狗会哭，我会哭出来。但这样还没有，
加发出来不中。我刚还洗澡哎、欸，我刚洗澡洗手，我已经洗得很干净了，还想怎样？感觉还没有。我靠，12、13%还没有。击败！有了啦！天津南侧，我就直接关台。倒数第二个，第九，一、二、三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！看，这是老鼠大队、欸。真是老鼠大队啊、哦！妈的，水个屁啊、哦！闭嘴！料理鼠王啊、哦，都是老鼠，全部都老鼠。第五十，太扯了啦！第六十。太扯了，太扯了！我知道啊，我知道他好像用灰烬一级啊，可是那个是在《神魔至尊传》的时候，我桌上没有放灵芝啊，我没有在吃灵芝的习惯。滋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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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滋，不行，我不能念口号，不行。我认口号，万一我中怎么办？越来越不像了！哇哇哇！哇哇哇！我不要，我不要配。我不要再配了，我刚刚被你们害了，我刚刚不小心配了，我不行，我不能再被你们害了，你们是不是想陷害我 ？God， God， God， 加发速了 2.5 哦，致敬的屁，不要啊！不离其中，不离其中，干你！哎，哎，总我觉得换我抽我自己的反而比较烂哎、欸，我觉得抽我同事的还比较好，因为他180抽五星领取哎、欸，芳芳是不是在偷看我直播啊？你是不是在害我？看！看 12.5 太扯了啦，结果我抽自己的很烂，超黑的欸，我印堂发黑哦，我今天已经够忙了、欸、还不让我中，看妈的，妈的，妈的！这游戏不好玩，管他死抽了啦！这样还没有就GG了，一二三四五六，第几个？才一只哦，我觉得有点难过。看，直接看，太棒了！
太好太好了，中了中了，在哪？有了有了，花了一百多少啊？花了130抽，还可以啊，130中各一只，那还可以，那还可以，130各一只，还行，还可以啊。直接拿满的啦，直接拿满的啦。哇，100抽那么多，那也很强欸。哇哇，一开始就有第一只，哇哇哇哇哇，这是谁呢？太扯了啦，我自己都扯。巫山神阙宫第13代斋女葛云一，承袭禁魂之仪，代行神冠天职。还要吗？不用了吧？还要抽吗？阿尔还要抽吗？不用了吧？可以收了吧？抽，好抽。刚刚有加趴数吗？好像没有吧。但是如果他是放，直接抽出变多的话，可能就不是这样了。好，那我继续哦。好，没有。哦，寒雾杀欸，好，第30抽，没有。老鼠应该很容易出来吧？第40，没有。第50。结果大格六星，那也蛮强的。第60，我刚刚已经抓了很多只老鼠了。没有。第70。哦，后面就很正常了。如果是我哈，我刚那个是我的账号的话，我会直接收手，本金都被抓完了。有了，我就是要画小鸡鸡啊！第二个，有了，各一只。本君说的事儿可都是真的。哦，那阿尔的是最好的欸，像几抽，他是最少的，12345678，80抽各一只。好了，可以了吗？还是继续？什么赛狗？80抽各一只，他抽70。没有，哦哦哦哦，见鬼啦，第七个吗？2345678。太扯了，我自己都觉得扯，还没有歪过欸，到现在都没歪过欸。
包含我的、我同事的、观众的。大哥直接四星了，好，来继续，还差几个？还要五十抽嘛，对不对？阿尔德好像有抽外过吧？没有。像几抽啊？四十，哎，四十嘛，对不对？再抽三十抽。六。不要画无限啊，画这个棒棒啊。没有。好，最后一抽。对吗？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。没有。好。好，可以往前面看。好，没有。好，这是第二位观众的 LO 观众的，好，九十抽。哎，刚有加趴数吗？没有。哎呦，加了，已经加了。蓝黄瓶，那是剑圣的吗？好，第二十抽。有了，啊，这样一定有了，这样没有太夸张了。二三四五六，二三四五，第五个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又是老鼠。本君说的事儿可都是真的。老鼠真的很容易中哎、欸。啊！又捉到老鼠啦！第三十，没有。第四十，拜托啊！对啊，是都没歪到啊，但是都是老鼠，不是很爽。第五十，第五十哦，什么地方还没歪很神啊？可能很难中哦。一二三四，好，来，拜托啊，给你面子吧。像阿尔是运气最好的。哦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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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第一个，哇、哦！不要，不要，不要啊！歪了，我歪掉了，就一定要抽下一次的，要抽到绝了，因为下一次已经是那两只其中一个，怎么办？要继续吗？终于歪了，是，你看你们那个乌鸦嘴，就这样不要乱讲了，要抽到绝吗？对啊，下一次已经是 up 的脚了，这是建议还是抽？我也想争气点啊。要换吗？要换十字金吗？
每抽一次四发要升到二十下，那我等一下可能不用抽了。还没完呢。哇！宇宙天地赐我力量，不要啊，不要啊，给点面子啦，够粗了吧？9.5了。那是小公主，此卦为吉，此卦为吉，为吉了啦！不云其中是为吉的，为吉。有了。第六个，好紧张啊 ！Oh my god！干你老师、欸！虽然不是我的，我还是很不爽。真的是，这老鼠几率太高了啦！好了，不要，剩下给LOC抽好了。我对不起LO，我对不起他。对不起，是我太帅。好，那总共就是加我的同事，我还有两位观众，那大概就是580抽。580抽当中呢，中了几只老鼠，我看一下，8只老鼠啦，总共是80老鼠，更正一下，8只老鼠，然后3只公主，1只剑平，1只剑平，老鼠的几率很高哦，还是我赛呢？应该是我赛哦。好，那就是这个几率的成果是这样子啊，那给大家参考，就这样 ，OK。